好，就是刚刚上半场都是剧的表演，大家觉得精不精彩？谢谢你们，好给面子耶！ Yeah, 好，那接下来下半场的表演呢、啊，都是音乐性质的表演。然后我们第一个表演就是 band， 然后就是我们，我们是我们要一起讲吗？其实我们的团名叫做最不按牌理出牌的不乖乖牌，就这样。要讲由来吗？要讲由来吗？他走了。好，就是呢，我们男友会有一个人，他叫做 Vina 邱宣伟，然后他的 IG 的名字叫做最不按牌理出牌的乖乖牌，我们就觉得这个名字很有趣，可是又不能抄他的，所以我们就改叫最不按牌理出牌的不乖乖牌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不乖乖牌的团员有谁？我只有三个人。让我们这个团已经成立至今大概半年了啦，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表演，然后我们就是一样的歌一直用，然后一直没有上台。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电吉他手，就是陈刚杰吉吉。然后 AG 手是肖卫刘瑞伟，然后主唱是我唐哲轩。好，那哦，有点小紧张哎。那我们今天要唱的歌是，你们有听过池修的《正想着你呢》吗？有。第一次开这首歌的时候，就是去年池修得金曲奖的时候，看我们演了多久，演到现在，演了一年，金曲奖都办第二届了。好，那好，那我们就啊，好紧张哦。等一下，如果我上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表演是在圣诞节的时候，而且我是喝了酒才上场，但是我今天很清醒，所以很紧张。那酒啊，好，那来一点，我先喝了再上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就是问你要吃什么，我是不是脑袋傻歪，到底怎么偷看你的眼神，你的脸蛋，我心跳都要停止了，该怎么形容你的美，该怎么形容你的美。I'm thinking about you 真想着你呢。 I'm thinking about you 都快要疯了。每天传给你晚安，早就已经变成习惯，也只说拜拜。就算经过了好久，你说的话无法忘记，该怎么形容你的美？该怎么形容你的美？ I'm thinking about you 真想着你呢。
谢谢。